因为心仪她平常大家也都知道，她她虽然已经是妈妈了，可是她的心里面其实住一个小女孩，是年轻女生，有点跟黄小柔很像，跟小柔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会觉得对妈妈来说最方便就是她了。哦，对耶，不要之前有看那么久了，就是要给我示范的吗？对对对，你看，披上去，好方便，好可爱呀，这件好可爱，哎，其实很保暖，非常保暖。今年很流行这种，就是有一点点像 poncho， 而且变大 V 领，对，它会变大 V 领，对啊，这件好看。那如果说买了，可以买耶，很冷的时候就穿在大衣里面，对，然后可以披在大衣里面，很像外套，就外面里面其实都可以搭，而且你也可以，它正面的时候其实是像 V 领，你也可以把它反过来，哎，还可以反过来，哦，对耶，哇，两边是像大衣。对，你就是把它反过来穿，今年这种你都可以把它反过来穿，然后呢再加上一件 oversize 的外套，就觉得里面是穿一件毛衣在里面，对，就里面就不用穿很厚，就对对对对，没错，你看像或者是你看这个就直接套上，哦，套上去，对，这一件呢它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围巾哦，或者是直接穿过去，直接穿过去就变成一个 poncho， 它可以这样子，里面穿舒舒，里面穿一件薄一点的，对，因为我现在里面是比较厚，对对，你平常就是里面穿发热衣就可以了，对，不秀不出来就好，衬衫穿这样斜斜的，对，或者是对，没错，把它斜跨到边边，对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就会有一种吉普赛的感觉。